大家猜猜看我的帽子是什么？油角面包。啊，它是什么呢？欢迎收听，我们今天要来跟大家介绍一下，在日本 Three Coin 就是像百均一样商店，可是它呢是300块日币以上，它东西也比较有质感。我觉得它的颜色都很漂亮，就是有一点点百均的比较高级版本。我们有看到一些网络上推荐好物，或是我们自己看到觉得好。对，我们网络上有看到一些推荐好物，我们想去找一找。我们如果在那边现场有看到不错的推荐好物，我们买回来。那我们今天就出发 Three Coin 来去逛街。这个超推的，很赞的，这个很好，一延伸出来，还可以赚呢。对，这个500块，洗澡的时候可以用。多少钱？很便宜吗？500而已。800，1000，上面还有这种的，很有质感，3500。降水的时候可以用，现在再便宜了，本来应该是更贵的，那有这种的，这样子的，都可以折叠的，都200。这是直接可以用在微波炉里面做成白饭，做那个阿基大妈的那个，它是没有胶做的，这个才500块而已，这个也是煮饭的哟。这好像很棒哎，你知道这个吗？有人说这个蓝色的罩非常棒，非常好用，它可以直接清洁。有很多小格子可以放，500块而已吗？550，好便宜哦，你要吗？我们回来了，超级多好物的。来，第一样，这个就是像这样一小撮一小撮，8N 的40的，10N 的40的，300日币，加税300，是带胶的，很赞呢。哎，你已经拆掉了两撮了。它不是自带，它用睫毛胶。我刚摸到是底下那种粘睫毛的胶，但是这个蛮专业的，就很像那种彩妆师会用的。下一个是这个，大家应该会觉得它应该是个钱包吧？我们在店里逛的时候有这些颜色，它其实是。这个眼镜盒，我再放得下吗？可以，应该可以。没有用的时候就可以扁扁的放在包包里。哇，很不错呢。比方说你有戴太阳眼镜，你是装着这样出去的，对不对？太阳眼镜拿出来用之后，你想要把这个盒子放回包，它就省空间了，也是300。你要介绍一下这是？好，这个东西其实很不错，因为日本啊有一种香皂，蓝色香皂，它非常的有那个清洁力，很多日本他们都拿来刷衣领或干嘛的，它这个就是专门为它放的。比如说这个是香皂，就是把香皂这样子塞进去。一边用可以一边往前推，你的手就不会脏。你知道有一种奶油的也是这样子，它这个是软的，在洗的时候可以这样捏住，对，然后就是这样子擦你的衣领什么的，就可以清洁。如果变短了之后，从后面这样子推就可以这样子。大家猜猜看我的帽子，牛角面包。它是什么呢？这个要示范才有用，很好吃。它是双面拖鞋，双面拖鞋，它是阳台用，示范一下。这样子，然后走过去，走回来是这样的，这样子脱掉，这样脱掉，它是就这样子，哎，每次穿都是正的，太好了，耶！它不会卡卡的，也不会，就是有点弹簧的感觉。但是好穿吗？可以吗？觉得没差，就是很懒的人不用转面。对啊，我觉得很赞，哎，很帅。这个其实，在那个网络上大家也超推，就是日本人
他们都超级推这个东西。还有一个很酷的，这个是防灾用品，不要说 T 恤，这种就是放在防灾包里面换衣服。对，就是关于你自己的衣服脏的话，它这个打开就是一件 T 恤。那时候在店里面有拍，它是像这样。下一个，这个的话是要示范给大家看，这个是多少钱？好像800块。这个呢，就是自己削菜有点累，就直接整颗洋葱切一半，丢下去，这个洞对准，再锁好锁紧。我们就这个拉马达要把它切好了，拉5次会是这个碎的，10次会这样，20会更碎。大的是8，因为我觉得大的比较有用，小的话你整切蒜头，小一半的是500块，两倍的话800才多300，大的划算。这个也是防灾的，它呢是洗衣机手洗袋，这个也可以装在防灾包里面，或者是你旅行的时候可以带，可以装水进去。很可爱的。这个是可以这样子折起来，这样子扣，扣好之后就在里面洗。不行啊，等下破掉，不要，我一洗，我这样洗啊，你看，还可以 exercise， 好可怕。在里面洗，也差不多之后就把这边这样子可以立，不用全开。哦，它是这样子花洒型的，它还可以洗澡，可以洗澡哎。如果在那个什么，在野外就去捞那个河水，然后存起来，你就可以洗澡。哦、就这个可以挂在树。对，好像很方便。然后你看哦，差不多之后可以这样沥水，就把空气跟水都滤干净，这样子可以一直卷下去，整个扭不变，这样就达到一个脱水的效果。可是它自己最好还是自己手扭一下，就这样子手扭一下就洗好了。下一个是我觉得好用，这个多少钱？这个东西它非常的便宜，800。500而已，500加税500，这么便宜，它很适合放会湿的东西，下面可以立的。我觉得这非常适合在化妆间，我觉得好抽屁呀、啊，可以这样拿出来，这样是可以洗的，很赞。100多块台币，这么大一个，又有很多的隔层可以放，放遥控器，可以放东西，赞。下一个也是这个，我觉得这非常赞。如果大家家里有工具，加税880，它还有隔层。我觉得看起来材质还蛮不错，随便想要怎么放都怎么放。它还有这个隔层，它里面呢都是这种，这里是这样子，就是你想要插这里，它有这个隔层，你要插哪个位置都可以。它可以分隔的非常的细，非常斜的也可以。我觉得这个很加分，因为很少有一个工具箱是让你可以自由分割你的大小，分割程度是0.1还0.2而已。你要分割的非常的细，就是比如说你有什么要放电池，那你就可以刚刚好。海军的就不行了。下一个，这个为什么会在这里？因为你觉得你想吃，是不是？多少钱？300，而且它便宜50块。寿露豆柠檬，这是你自己想吃的吧？日本制月光米做的米饼。它现在吃空气，你吃一片，酸酸，柠檬盐的味道。现在吃空气，吃进去就不见。它有点酸，现在在吃 special price， 在打折。好吃，可能有点太酸。我觉得好吃，这个是什么？可以用微波炉做玉子烧的，很酷。我们来做做看，它是加税330日币，它这边有教做法。我们先把它打开，里面是这样子的。那我先洗一下，它就是一边一个蛋，可以一次做2个，直接在里面打一打。颗粒的这种大西，他说这种颗粒的1/3匙，这样吧。搅拌好之后，一颗蛋的话是40秒，两颗的话是1分钟，所以我们有2颗蛋是500瓦加的1分钟。这个先不要用，直接这样子，刚好1分钟。有一点点凝固，但是没有完全凝固。他是说加完了颗粒的那个粉之后，再搅一搅，这样子再搅一下，它已经有点半熟了，搅一下，一样不要加盖。一样是500瓦1分半。哦，发生什么事情呢？它飞起了！我没有做错吧？它怎么飞上来了？我说现在要轻轻的把它压下去，就是把这个东西给击下去，两边都是这样，轻轻的，不能太大力。这边也是轻轻的，可以把它扣起来的程度。等它冷却，大概1分钟之后，它就会成型了。等的时间，我们先介绍这个。这是一个娃包，这边可以放亚克力牌，然后你也可以直接放娃娃，像这样子，这么多种颜色。哇！
其实它是亚克力立牌的包，所以装娃娃会有一点点憋，有点像曲扁的感觉，可以挂在你的包上。很黑，有点看不到。放白色的比较清楚。它这样子就很可爱，可以挂在包包上。对，然后它就娃娃就不会长。300块，已经开了，那么迫不及待，压得不够久，形状就会丑丑，纹路都还没压出来。没关系啊，反面这边有纹路，它这边这个纹路会创造这个蛋上面这个纹路。做出来了，一直烧了，放便当的尺寸刚刚好，一颗蛋刚好就是这个大小。这有个好处就是不用洗锅子，不用开火，其实可以打开直接在这里吃，好好吃哦，跟煎的吃起来的差别。用煎的话会有层次，对，它这是一整块，但是放便当里面这个大小我觉得刚刚好。如果不想开火的话，或者是你的宿舍没有办法开火，想要吃玉子烧，这样子自己就可以微波出来，我觉得超酷，大家狂推。我们自己买了这样用也是觉得蛮方便，超级棒，好好吃哦。这是我们今天开的全部，还有这一个11样，12个，还有个新蛋哦，对，12个，看到网络上面超推，加上我们自己觉得不错，我觉得这个我没有很喜欢吃。我很嗨，食物就是见仁见智。大家如果喜欢吃柠檬的话，也可以买来试试看。如果大家喜欢我们这个 Three Coin 的好物分享的话，欢迎大家在下面留言按赞，让我们知道你们喜欢这类型的分享。那我们是每天晚上7点都有影片，周一直播，周四秀。那我们就明天晚上见，见喽，拜拜。那你最后好，最后，就让大家看一下。